其实最近啊，那个荧幕情侣火红的还蛮多组的，这一组呢一定会在前三名，他们就是小珍跟阿乐，对，我小时候小珍是胡瓜的女儿，对，那个小珍不是讲就是通灵少女的瑶瑶跟蔡凡熙，是的，对他们两位呢，其实最近也蛮多新闻的，像瑶瑶呢就有一些新闻给你讲，就是啊，她跟她的前男友分手了，我有机会了。但是人家就是被拍到跟另外一个男生出游，就我啊，我觉得看那个身形好像不是你，以及那个长相也不太像你，对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谁好不好，到底是谁，管那么多干嘛，因为我喜欢你啊，因为合作偶像剧，27岁的瑶瑶郭书瑶疑似假戏真做，恋上小6岁的21岁男星乙伦，还被拍到手牵手游韩国。28号凌晨，瑶瑶白外套搭配黑色棒球帽，被拍到在韩国东大门逛街，另一只手牵着的不是别人，就是乙伦，两个人互动亲密，难道是恋爱 ING 吗？就是他真的很恶心，多恶心，他有多恶心。就是他会拿脚来乱抹人家。今年3月乙伦庆生会，瑶瑶就是唯一嘉宾，还不避讳打情骂俏，乙伦也间接透露瑶瑶算是他的理想型。那我希望您在现在出现。所以你是喜欢大吗？我蛮喜欢大。两人合拍的偶像剧今年4月才杀青，5月瑶瑶就跟金阳和平分手，根据有人透露，外传男方发动攻势，让女方完全无法招架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 OK 蹦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因为我在追你的路上跌倒了。你猜我在做什么？你猜。对于亲密游韩国，瑶瑶透过经纪人回应，因为工作取消有2天空档，临时和闺蜜乙伦去韩国找朋友，对于未来有没有可能交往没把话说死。 TVBS 新闻焦汉文、沈景宏的。